面两首非常动人的情歌，各展现的实力。来，我们听评审来做讲评。丁小文老师，请。思伟回来之后呢，其实真的进步很大，尤其你这个收敛唱歌的情感，我觉得表现得特别好，就是一种娓娓道来的诉说的语气，我觉得这是你的现在变成你的强项了。 OK， 好。但是思伟今天喉咙好像有点干啊，然后音准都有点偏低哦，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瑕疵。再来一个就是在副歌的部分，其实思伟唱歌很有自己的语气，但是有的时候过于自由，所以你的拍子律动感会有点不稳定。今天副歌就有点这样的状况，像那个刹那间其实就有一点点抢了。刹那间让我突然觉得高了，要身为一个职业的歌手的话，不能这么啊恣意妄为，还是要学会跟在一个乐队的律动感里面。如果学会了，对你绝对是只有好处。好，整体来说今天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好，然后嘉欣，你的高音的喉音真的有点太重，会觉得共鸣没有上去，一直用喉音用喉咙在喊，很可惜。尤其到了以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过了太久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，你开始有一些变化的唱法，其实是非常棒的。但是因为你的高音其实不够开，你的共鸣不够开阔，所以到那边那个表情，譬如说伤口温柔的表情，就觉得被压抑住了。眼前的一句话是我们以后的伤口，不能再就没人记得当初那些温柔。我和你手牵手，说要一起走到如果你的音色共鸣可以比较开阔的话，那边的表情会一上跳下来，就会觉得哇好亮眼哦，这个歌得分会更漂亮。好，嘉欣，其实我觉得你有一段时间没有受老师的鞭策或是鞭打，好，赶快利用这个机会让自己再进阶好吗？谢老师，大家都跟时间在赛跑，因为两张黄牌就要离开，对，所以要顶住啊！来，王志平老师，请。我会觉得思伟今天选这个歌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你，因为你的声音本来就是有一点这种北方的啊，这种汉子的，加上这种沧桑的感觉，我觉得其实你诠释这个歌呢，很有你自己的风格。嘉欣呢，这个歌我觉得不是这么好唱哈啊，今天听起来我会觉得你整个歌呢，有很多时候都会有一点赶拍。哦、感觉上气都有一点快要用完的感觉、哦、好像要早一点要把它唱完。这个、歌其实蛮特别的，它不是一般的那样的慢歌，所以你唱起来呢，就要我们常常讲的叫 lay back， 就是放稍微这样慢一点点，这样听起来呢，我觉得才会舒服，才会好听。谢老师，好，两位表现的歌曲，我们首先看陈思伟的《北风》能带来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之后明显进步，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继续跑，是多少？恭喜得到91.7分。是。接下来看二号朱嘉欣的《记得》能获得几分呢？评审请给分。慢慢克服紧张的嘉欣，今天表现分数来到87、88、89、90、91，小数点是多少？得到的分数是91.2分。是，哇，两个比较下来呢，都唱得还不错，但是目前是朱嘉欣比较告急，因为他有一张黄牌，在第一轮他又比输人家，接下来就看三号救得了救不了他。